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你们过来过来过来，快起来，再站那一下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陈师傅。哎，有病！我没点你，就我黑怕，黑怕啥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你别笑！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我聋了你。